大家好，我是阿烈，欢迎收看独自去食面。今次走到这间拉面店，这间拉面店都是非常出名的，因为这间铺头就是之前介绍的 Nishino 和最出名金龙的创立人水原裕满先生的第一间铺头。所以今次来到的这间拉面区域小池就被称为水原裕满先生系列店的总本山，所以今次都可以说是来朝圣的了。而门口就有这个餐牌，走进去买飞先。而这间拉面小池在塔比洛的分数就是 3.81， 都是高分的铺头来的了。而这间拉面小池都是其中一间由2017年开始连续6年入选塔比洛拉面百名店的铺头。最接近这间拉面小池的车站就是上北泽，这间铺距离车站就不算说很远，不过去上北泽就是需要搭京王线，京王线就是逼到扑街，而且特急急行各站停之类是比较难理解，所以如果大家是坐京王线就要小心一点。那就望下这间铺的自动售票机先。这间铺提供5款面，会有主干拉面、山椒香拉面、龙口拉面，龙口拉面就是鸡白汤沟主干，然后就有主干台湾拉面和台湾捞面。由于我今次是第一次来，当然就会试第一行的主干拉面啦，版本都不需要想的了，直接特製版。之前就去 Nishino 那边吃了这一款 Mayo Char Siu Go Han 的了，所以今次是会选剔肉。大家可能就会有个疑问了，加个面那么贵的咩？这款加面其实是一款 Achichiki Kayadama， 所以某程度上就是一款 Ayadama， 所以这个价钱是正常的。而这间铺的荣誉全部都是贴在雪柜度。这间铺的座位就是清一色吧台位，高台高凳，但是就没有位挂钩，还有放随身物品的空间不够大，这方面就需要扣一些分。而吧台位的格局大概就这么上下，不会觉得窄，吃完之后的碗就可以递上去，但是纸巾之类的垃圾呢就麻烦掉去垃圾桶。我点的特製版主干拉面送到了，那就望下什么料先。最左边肉丸两粒，上面就有一些小虫菜、洋葱粒、面这样，而右边就有一只蛋，而中间这一座叉烧山感觉上是几多叉烧在这里，整碗面的卖相给了我的感觉是相当之不错的。之后就不汤望下先了，那这款汤的颜色都是相当之浅的，因为我之前拍过的主干拉面都不会是这么浅色的，通常都是深啡色或者是去到中药的颜色，但是这一款是完全不同的，是非常之浅色，而且是非常之通透，同埋比起上来的质感都是非常之轻身，摸起上来油分都不多，不会有很厚的一层在这里。跟住我就试下呢一款汤，呢款汤入口嗰个味道对我嚟讲系几崭新嘅，我觉得，因为成个汤嗰个感觉系好清淡，一啲都唔油腻，但系嗰个主干嘅味道又好够，同埋系只有主干嘅咸香味啊，系完全感觉唔到苦味。喺主干嘅味道过咗去之后，就会有一股甜味同埋酱油嘅味道，佢一股甜味就似系昆布，而酱油嘅味道都系似翻啲Nishino嘅薄口酱油味道。呢款汤喺味道上就会有啲似Nishino嘅一款，而差距就系呢一款嘅主干味会更加突出。呢一款汤喺味道上嗰个比例大概就系主干7、甜味1、酱油2咁样嘅，而Nishino嗰一款就系主干5、动物系3、酱油2咁上下啦。所以味道上的差别都是有在这里。而这款汤喝下去的感觉真的很轻盈，加上没有苦味，喝下去的感觉是非常顺口舒服，一点油腻感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款汤真的好。之后就摸下面条的部分，从粗幼上去看的话，这一款就只是细面和中细面之间的粗度来的，而形态就是一款直面，形状就是四角形。而这个粗度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常见的，都是因为拍摄的关系，这款面我都是放耐了一点才吃，但是对我吃的那阵硬度都是不错，都还是挺有嚼头，而咬断的口感就是偏向爽弹，而麦味虽然就不算很浓，但我认为是挺足够的，因为汤就不算是浓味的那一种，就变成夹出来的效果是挺不错的，因为这款面都是挺挂到汤的，我觉得再加上这款面的加水率都不是属于高的，所以吸汤吸味都是比较快的。最初吃面的时候，面条和汤在味道上的比例大概就是4:6左右，之后再咬多两三啖，面条的麦味就会再出一点，令到那个味道就会再平衡一点，所以我认为面条和汤的配合度都是高的。而这款面煮起上来都是非常顺滑，我是一啖煮一啖停不到口，所以面条的部分都是好吃。跟住望下叉烧的部分，这些明显就是低温处理的叉烧，因为这肉是粉红色的，那我问个店员的了，他就说是猪肩肉来的。所以这一座叉烧山虽然外观靓仔，但就不是什么特别嘢，不过个量真的挺多的，越夹越有，不过每一块都是比较细块一点，还是非常薄身的。跟住我就试下啲叉烧啦，一咬落去嗰个感觉，哇，好腍啊！真系唔需要点样用力咬，轻轻力就可以咬烂佢噶啦。而呢一款嗰个肉味就唔系话嗰一种好劲嘅猪肉味，反而系有啲似之前介绍过嘅面鱼嗰一种嘅叉烧，类似 ham 嘅味道咁样。但系呢一款嗰个味道就会比面鱼好食啲，同埋呢一款就会似翻一种肉味，
所以呢款叉烧我认为都系几好食噶。之后就望下鸡肉丸嘅部分，呢款肉丸系非常之凹凸不平，并唔系一种好光滑嘅感觉，而表面上就望到啲绿色一点点，应该就系香菜类嘅嘢嚟噶。呢款肉丸我觉得系需要赞一赞佢，佢嗰个鸡肉嘅味道系几鲜明噶，我觉得。因为只要你咬咗几啖之后咧，就会好清楚食得出系鸡嘅味道，而绿色一点点嗰啲香菜应该就系紫苏叶嚟嘅，令到成个味道更加 fresh， 然后再加埋鸡软骨喺里面，就会令到口感更加丰富。所以我认为肉丸嘅部分系好食嘅，无论系味道或者口感都系相当之唔错。然后讲下蛋嘅部分，呢一只蛋上下色就唔算话好深，不过表面系相当之光滑嘅，完全望唔到粒陷或者系裂纹嘅位置，而食落去蛋白嘅味道感觉上就唔算好入味啦。蛋白嘅味道系偏淡，感觉上系腌得唔太够，而蛋黄嘅状态系唔错噶，大概系六至七成熟到啦。食落去蛋黄嗰个味道唔算话好浓郁，但系都够味。至于质感方面都系唔错，所以我认为蛋嘅部分都系唔错。最后就望下呢一碗剔肉，啱啱整好就送过嚟啦，出晒烟嘅，面头上就有啲肉碎啊、鱼粉啊同埋洋葱粒咁样，然后下边仲有啲油喺度，所以呢一碗真系阿爷大妈嚟噶。呢间铺嘅指引就系话最初咩都唔好加住先，先以一个油捞面嘅方式去食，所以就需要捞匀佢啦。捞完之后大概就咁嘅样，可以望到每一条面条都系沾晒油噶啦，而食落去嘅味道系相当之唔错，佢就唔会话好咸、好重鱼粉嘅味道，个味道系啱啱好，再加上呢款面条系冇浸过汤，录完即刻送过嚟啦，嗰个硬度都系非常之好，所以呢一款有味加面系就咁食都好食。食到剩翻差唔多一半嗰阵，我就试下煎汤食啦，而煎汤食嘅效果都系非常之唔错，因为系可以令到煮干嗰个味道更加突出，同埋可以用一款硬啲嘅面去感受呢一款汤。食剩少少嗰阵就成碗面轰落去啦，呢款有味加面真系相当之唔错，可以延长同埋增强煮干嘅体验。所以无论系加面或者系蛋黄酱叉烧饭，我认为都系挨得过。整体嚟讲，呢碗面我系满意噶，汤好饮，面条又系好食，加上两者嘅配合度都系高。至于配料嘅部分都系相当之唔错，冇咩位置系需要拎出嚟批评噶啦。再加上有几条菜喺度啊，食落去嗰个感觉更加健康。而呢一款加面都系相当之唔错，我认为都系挨得过。呢款清淡系煮干拉面，我认为系一款非常之好嘅煮干入门，因为系完全感觉唔到苦味，再加上唔油腻啊，所以食落去嗰个感觉系几清。我认为女性都会啱食呢一款拉面。今次嘅介绍系咁多先，中意呢条片就麻烦帮帮手 like、comment、share， 再订阅埋呢个 channel， 兼揿埋个钟仔就最好啦。亦都欢迎大家用 super chat 或者系 PayMe 去赞助我呢个 channel 营运嘅经费。多谢收睇，下条片再见，拜拜。